这个都行，猕猴桃。直播间1000多人了，马上2000人了，咱们把账上点一下，好吧？账上点一下。对。好不好看？刷一个姐妹。直播间1500人了，马上2000人了，咱们把账上点一下，好不好？账上点一下。叫小娃教你嘛，那个阿姨。他自己都不会啊。累不累啊，阿紫？不累啊，伟哥。今天辛苦了啊。不辛苦。等会啊，叔叔阿姨们，服务是我的荣幸。是吧？那你开心吗？今天？开心。今天我是最开心的一天了。开心就好。阿紫越来越漂亮了，是吧？对，现在这不来城里面了吗？就保养的好了嘛，你看现在都成为老板娘了，马上就要长胖了，你看。感谢点赞，谢谢。卡是吧？网络有点卡吗？哇，直播间2600多个人了，马上3000人了，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刷一个节麦。好都行，好都行。那阿姨，你会弄吗？阿姨，那个转了哪就走了。对。老板同意没有？我老板同意没有？感谢点赞，谢谢。你喂他们嘛，你喂他们就知道。阿紫挺能干的啊，阿紫，这些就直接抓进去就行了，是吧？要垫这个啊，垫这个泡沫。感谢点赞，谢谢。你喂他们吧，老板在那里。对，对对，你老板在那里，你喂他们。感谢点赞，谢谢哥吉刷一门。阿姨辛苦了啊，直播间3000多人了，来咱们把账上点一下，账上点一下。欢迎来到直播间啊，今天呢就跟阿紫跟阿姨我还有小王，我们几个一起啊，几个一起。对，他这个是包装好的啊，你给我看一下。是进口的吗？对，就是这种东西，好东西啊。来，直播间3000多人，马上4000人了，咱们把账上点一下，好吧？直播间到10000人的时候，我跟你们送一个这个给你们吃，好吧？让阿紫跳个舞，是吧？跳个舞，对。让阿姨呢就唱首歌。阿姨，你看这里现在也没有其他什么人，你可以跳个舞跟大家看嘛。辛苦了，阿紫。不辛苦。等一下回去了，跟你奖励一个什么？奖励个鸡腿，好吧？鸡腿。我都怕死了，还奖励鸡腿？奖励个鸡腿，对。阿姨，你快点干，早点干完，早点回去了。阿伟哥。等一下，给阿紫阿姨奖励个鸡腿啊，阿姨。真的吗？你今天吃这个吃饱没有？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吗？不是你不要说小王嘛，小王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他说我呀，他什么意思吗？你们两个有点过意不去是吧？他怎么这么烦呀、啊？他这个人你怎么这么烦？真的是，哎呀，他老是个小王过意不去哦。是他自己对着干的，知道吧？他老是他跟你对着干、啊、他怎么这么烦、啊、哇，这么多人来看我们了，刷一个节目，你看3700多人了，马上4000人了。咱们把账上点一下好吧，刷一个节目，账上点一下好。对，做小娃的女朋友是吧？阿姨，阿姨你这考虑一下可以的，小娃你看。
小娃这体型呢？算了，我降服不了。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哎、你以为我会喜欢你吗？你以为你觉得很帅吗？你配得上我吗？你看我这身材那么好、哎，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哎，笑死！直播间四千多人，马上5000人了，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竖下一个锦麦，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哦！今天呢啊、辛苦的是阿紫跟阿姨啊。哇、哦，对对对，那个老板娘都说有福气哦。老板娘，你我不漏气，你不漏气啊？你害羞是吧？你这不是不是这里还招一个老板？啊、我知道了，他看上小王了，小王跟他们两个一起。别乱说，你不要胡说，别乱说。嗯、我哎，其实我叔叔阿姨们，你们说阿紫跟阿哦，不是阿姨哥。什么意思嘛？你以为你想说的，你不知道吗？你们脾气还是没改。你们说阿姨跟小娃巴不巴配啊？来，公屏上打出来。你们觉得小娃跟阿姨梦两个巴配的话，扣个一，我看一下。太漂亮了，配不上她。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是吧？感谢点赞，谢谢谢谢。直播间5000人了，我的天哪，这么多人！叔叔阿姨姐妹，咱们把赞赞点一下，你看全部都是扣一的。你们说阿紫跟阿紫跟、哦、阿姨哦不对对阿姨跟那个是拿我来跟小娃说阿紫的没有我说错了我错了阿五哥肯定看上我了让想让阿紫姐和小娃他们两个哎这不是不是阿紫他不喜欢小娃这种类型的是吧那个不能开玩笑这个阿姨也不喜欢小娃这个小娃得要叫嫂子那不能开玩笑哦不能拿嫂子开玩笑对不对小娃。你看小娃色眯眯的啊，他肯定看到我自己了。你是不是看上、阿姨了？看上阿姨自己了，哎呀！我觉得阿姨跟小娃还是挺般配的哦。说实话，这样还是有。哪天有时间了，让他们两个撮合一下吧。感谢点赞，谢谢。阿姨配不上小娃是吧？感谢点赞啊、哦。直播间5000多人了，没有关注主播的，给主播点个关注啊，谢谢，给阿伟哥点个关注，好吧？那个啥，今天呢，就是说，我带阿紫跟小娃，还有阿姨，我们四个来采这个，对，这个猕猴桃哦，然后呢，我们采来打包，回去吃哦，然后呢，我们也现场也吃了很多，今天，因为这个现在这边出这个，然后特别好。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今天也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了一些啊、哦、然后呢现在打包包装给叔叔阿姨们发号给好那个啥这么的啊直播间叔叔阿姨跟姐妹那个我用我的小号直播好吧因为这个我这个大号的这个手机没电了我用小号直播好吧然后大家来我小号直播间啊、哦、名字叫那个农村那个阿伟生活记录对阿伟生活记录来那个号好吧我这个号我就下播了啊、哦、因为这个手机没电了要关机了因为刚才忘记充电了啊、哦、刚才忘记充电了所以要关机了那个